小师姑，我有好好听你的话，日日都在努力的修炼仙力，一时也没有偷懒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守着山门，不会让魔族打扰师父、师叔，还有大家。哎，这是我纪念我小是。怎么了？刚才还鬼哭狼嚎的叫我，如今见到我，记不起来了。你是阿音小师姑，我在人间游历的时候，一直在寻找历劫的你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行了，都多大了，还哭鼻子？我是为了小神君的终身大事着想，特意来找到凤隐。你跟凤隐说了什么？这三界啊，总有好事者乱传你的谣言，我怕凤隐误会你跟阿音过去的关系，特来澄清，告诉他你对那水凝兽除了怜悯，半点情愫也没有。不不，我之前说过没有？我感情的事情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为何就是不听呢？我只是一心为神君好呀。我看姑姑还是在青石宫太闲了些，正好最近东海山魈肆虐，我看姑姑不如去趟东海，把山魈之乱给平定了。有了这些正事，姑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闲心了。